怀旧风想要射我，我被限制。青金石矿啊，我在这啊，因为刚没人在这。小心，有命啊！黄金矿上面有两个虎视眈眈。黄金矿太容易备受注目了，我还是不要去那边好了。嗯、干嘛啦，杰哥？这我想过啊。我在挖土，杰哥，我面前在跳啊跳的，真的是。我去啊！都看过，看过。就是他一直想射我，下来啊！小狐狸，给我过来。三个哦，三个哦，门口。旁边小心哦。哦，哎，两个弓箭手在射我，两面。哎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超多的啊！我就说那边你没装，哎，杨你没装，那边真的是众所瞩目的焦点。你是不能穿裤子，你其他可以穿。七号可以穿，因为没有铁，没有铁，没有铁。有吧？箱子看看，刚刚还很多人。自己挖的，没不知道自己挖。我先挖铁，我先挖铁。我也在自己挖。没有那个露米在挖吧？没有，露米现在在守。可以先给我一个吗？我在外面玩了。我放箱子，我放箱子。我们已经完全沦陷了，我们的铁箱子，铁你们挖了，我挖黄金那边比较重要。黄金那边完全沦陷了。对，有能力再出来帮忙一起。嗯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第一阶附魔吧。嗯，笨鸡手上有书哎。你们要可以啊，我那个看谁要弄附魔的给我拿。附魔还在我这啊，书不知道是谁拿，应该是本鸡。哇，在我手上。对啊，在你手上。好、啊。没太多。金矿那边超多，可能要一起去了。嗯。但还好，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是没装备的居多。嗯。有两个，两个，哎、欸，走掉，走掉的，走掉的。来帮忙、啊。他追着我屁股跑。哦，好痛，好痛哦。他很痛，他打超痛的。啊、保存没了。刚是累的。对，有他有累的。哦不行，被太多人围还是不怕。我刚被三个围，三个围。啊，我刚围。有他们退了，他们退了，可以那个。好，可以继续挖。继续挖。吓死人！有附魔的效率高吗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弄吧？还没弄挖。连附魔台都还没放。对啊，附魔台还没放出来。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谁？谁要用守护？有谁？谁有守护者？谁是守护者？弄附魔。嘿、hey, ，我啊，那没有输啊，在我这啊，我刚刚就上来找我拿、啊，给我，你在哪里？铁矿洞，嗯，好，我去找你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都变这样？没有，隐约要又怀旧风，怀旧风，对，还有上面全部都铺草地，好，然后旁边黄金洞旁边我已经挖一条密道回去了，有。巧克力酥，好，我放在箱子里。酥跟凤凰，酥，猪，猪，哈，哈，什么？讲话，哇，金姐，这很明显啊！我真的觉得很傻眼，很痛心，被这样真的很难过。老师，我们不好。好，黄金洞旁边，黄金洞旁边喽。有人来喽。Q， 我要自己撕颗牛排。好吧，我走这里。黄金洞旁边有人哦。好，黄金家里要小心哦。你们推一点哦，你们推一点。打我屁！救命啊！家里右后方的箱子有放牛排哦，你们赶快拿。小雨，你怎么挂了？太多人呐、啊。两个。哦，痛痛痛！现在需要用天眼吗？还是不用？你们有要先点亮吗？点亮世界。对啊，看守家的啊。你们有需要吗？守家的还好吗？好，那我先留着。我需要一点食物。前我就说箱子有。有我来了。有哦。有我来了。有哦有哦。有哦。挑拨离间。没有啊，有哦。等一下，五二亿啦，五二亿，五二亿，哎，一定要夸胡讲五二亿啦，五二亿，五二亿，五二亿，哎，要讲一下五二亿，五二亿，有哦，直接上不去了的概念，什么哪里上不去？
好，再插一根啊，再插一根。然后你要来，你要这里哦。你要插一根速度加加。两根会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为什么丢一次我的钓竿就不见了？就不见啊！我刚刚也是啊，所以我才会问说那个钓竿怎么不见了。抛弃式钓竿，你可能要问，就说很不环保。哎，没了，我的也没了。可能用环保。铁矿上面有人了，铁矿上面有人了。附近有人就被他吸走，是不是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嗯，你身上有我的钓竿。没办法，我有点会吸啊。没有了，黄金上面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发死了。哎，我的钓竿又再次好多人呢。啊！家里，来了。虽然我们没有了。啊！我都不好意思骗了，骗人！我都在变成在偷偷挖矿了。我要一次买三根钓竿，我刚买了五根，放一下慢慢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不是啊，因为一丢它就不见了啊，我就只好买很多根。先付个基本效率高。哦，钓竿很容易不见嘞、欸，钓竿怎么回事？就丢到别人身上就不见了。阿纪，我们完成了。对啊，完成了。嗯，完成了。你附魔台有弄了吗？嗯。哦。一样位置。嗯。你的远距离狙击。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天桥弓箭手在上面。真命。啊？你在干嘛？哦，你吓到我。这个箱子。可以去跳那个。嗯，来啊！集中，好像贝克文。哇，这条路好棒啊！射准一点，射准一点，射准一点！来，我在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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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，我在这。好，被我。卢明，你有青金石吗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要几个？哦，被。啊！哇，我五根又剩两根了。你要 Q 到人身上是不是？这有吗？有了，有了。那可以吗？哦，他怎么会动？一点青金石，太搞了！好，青怎么在那边呢？六个，六七个，怎么从人家家跑回来啊？哦，黄金，没弓箭。嗯，弓箭晚一点，晚一点。他们又大举入侵了，他们哎，怎么有人了？金矿的去，金矿的人已经退了，没事。羊，我觉得这边要两颗哎，没关系，路过的时候蹲一下就好。哎，怎么在门口？啊，可怕！有两只，怕。啊，这危机我们只能靠赌博了。是这样的，别让他挖黄金啊，他都去赌博啊。走，有两个黄金呢。两个黄金，两个黄金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墨鱼护身符、青龙裤子。墨鱼护身符很。有人有铁吗？很狂，我好。黄金，黄金换铁就好了。我上也没有黄金，没有黄金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要问一下，有黄金呢？有黄金呢？啊，没了，只剩一颗了。一颗。被刚刚有人赌掉了，有人赌掉了。好。有，刚刚有换一些食物，怎么都摔下来了？耶！冷静冷静，我现在挖很快了。嗯，那我们就在这边跟你抢。抢黄金？给我挖。你拿去拿去换十四个。手里可能会更多。每次都有人呐。要一次买东西。这边这边。人来喽！人来喽！有人在铁矿、金矿上面了。不要吓，很多人哦。铁矿上面，没有没有，好可怕！采取了偷偷摸摸挖矿模式，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，太多东西一次喷掉了吧？看到了，真的啊，那个几率是超高的，几率很高。哎哎，30%，很可怕的哦。杰克，你要哇塞，小戏精耶！穿这么好的装备来打我，有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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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怎么旁边有人？咦？咦？哎？咦？哎？
天眼是四十五。哎，你好棒，你最棒。天眼还可以吧？有那么贵吗？我来。三十。你要天眼，那了，我来。可以啊，那你先。我先。哦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有没有在乱他们的挖绿宝的、啊？应该没有。哎呦，暂时没有。他们也发光，两边都在发光了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他们如果等一下清起来，很可怕哦。嗯，我也觉得。嗯。黄金矿上面一直有人，等下就他们就汪。那还是不要附魔好，可是还是得附啊，还是得附啊。附怎么打、啊？负面的心态。对啊。那人都会死，你会和啊、人都会死，那安详吗你？你不要吃饭，我们不要吃饭好了，反正都会死掉。没关系的，给我努力活着。超负面。晚上天黑了。天黑，请闭眼。好，查杀。我又狼人，请睁眼。露米是一个负面家伙。哪有？所以今晚你要杀死他吗？要用，你要用吗？杀杀！有没有黄金啊？没有黄金、啊。哎哇！你又过来找我啊？哎，不错哎！哎呦，他们天眼兵没了，赞！输哟、哦！不会啊，输哟！哦，捞一下就没了。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最棒。你最棒！我带回去，我带回去。我只听到打架声，我在上面。那你上面怎么这么多人、啊？打起来了。就他们一直会那个。哦，六。哎、欸，铁矿哦。哇，团团你喷矿啊！今天没有三个哦。铁矿是谁？注意一下。什么？你喷矿还是路米？刚没有三个人。我没有，我没喷矿啊。他是矿工，不会喷矿啊。那阿鲁米，拜拜。鲁米刚从前面，然后喷矿给他们，干嘛？间谍，死掉嘞！啊，你也不用打了，真吧？你啊，在送矿物啊，鲁米。小狐狸不够赚。真的只有几个矿而已啦，穷逼吧？穷逼吧？可以啦，就只有几组而已，有没有？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，一组而已，是多不多？不用担心，才一点点，真对啊。送矿物那黄金在上面越来越多，很虎视眈眈。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可怕、啊！没关系，我在压力之下来继续挖。哎呦，吓死人哦！想说是谁？哎呦，阿基狂！嘿嘿，那你们，阿基什么声音？阿基王，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，有啊，会听到声音啊，会听到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为什么没声音？有啊，有声音。有啊，有声音。你那是什么？唱片？叮啊，叮啊，叮啊！方块，方块什么声的吧？方块，我调到10%哎。为什么？可以挖一下我们家核心吗？我想听看。他自己再挖一下。哎、欸，口袋有钱，什么声音？口袋有钱，不听。耶，口袋有钱。哎、欸，金矿。哦，这个声音吗？是不是这个声音？哎，有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是哪一个啊？巧克力？我不知道，我开了很多声音了。哦，我记得我都是看 block 吧，就在那个方块啊，方块那个。方块什么声的？方块我原本有啊。对啊，我也是哎、欸。神秘了。那就打开，那就打开看看。哎，是这个声音吗？这个声音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哎，没有哎、欸。声音语音，声音语音。哎，阿进。天眼兵，给我自己挖出来。自己去买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那不续约啊，我这边续约。那个阿进，你去续约哈。自己想办法续约喽。是矿工哎。拒绝拒绝，对对，傻眼嘞！你叫我挖的啦，说说而已，你当真？没有，我是受人指使。受人哦，对，有。家里。我要续约啦！哦，获得成就，你来乱的。这个人好可爱，我就得名了嘛。太高了，很可爱。等下他进过来，帮了他。阿进过来，阿进，过来。女巫，火力，不要弄掉。
你好帅哦，彤彤你好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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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天眼兵，有了，还有多一点的，那就听一下人，哇哦，有没有人黄金胸甲？黄金胸甲，我有黄金裤子，我有黄金脚夹哦。又要圣斗士，我们家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。